首嘅，歡迎歡迎，大家識唔識呢場歌啊 ？Hello，Hello， 大家識唔識呢場國情歌啊？音樂大師，曾經這片地上難過，就得呢邊識唱歌啫喎。但有天你得意，会有空再欣赏我。谁的点唱点再永伴在我。后边嘅朋友，我唱错了什么？只会拆散你和我，还是全绝里听这歌词，你说得不错。为你写的歌，教训这不修专职限制过，自由第六百遍分手无数跌宕，听歌的人是否我会很孤独？为你写的歌，最后怎么相反归赠给我？待你写出了爱号，如今你却在哪？呢边嘅朋友 ，hello， 没有吗？你那眼神绝望难过 ，hello， 没有多，比你让我苦苦更多。快齐啊嘛！祝下情。越过间爱恨的我眼眼三十再走多你大声我唱得几好听啊有没有啊只因危急快点分手无数跌倒好齐啊听过的人是我我会恨过我你别这的歌最后都真的归宿好回来了，大师你回来了，对了，我回来了，安静回来了。
OK， 咁跟住呢首歌咧係一首新歌嚟嘅。哇！真係有睇下，都清楚喎。因為係嘛？因為唔係喎，睇下先。睇住。哇！新歌人狂天梯嘅仲。好多時間啊！我依家我睇我哋接埋啦。係啊！我睇依家係咪2011年啊？呢首歌就係講緊啊，你啲關係咧，你想 keep 落去咧，係又 keep 唔到嘅。好似咧離開咗咧，對大家都好似好啲咁樣。咁又但係咧，你又唔捨得大家喎。呢首歌就係講緊呢個心情啦。喺度送俾大家一首歌，我哋再見嘅啦。See you.
拜拜。拜拜借于我身边，你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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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隊一向以總是隊啦，大家不知道係咩事，我都不知咩事，我唔知咩事嘅，係咩事啊？咩事啊？事關咧就係我哋有首歌啦，叫《似巧無間》啦，係。啲人唔知噶嘛，你知嗰啲人講喎。咁咧，佢就經常喺我哋 MV 度出現啦。其實大家都翻咗上次個面孔先得嘅，好嘛？你最真係理想啊！好好地啊，好地啊！話要咧係唔知幾多期訓練班，然之後再過嚟教書啊！咁啊，你唱歌好啊？咩歌啊？你講啊，唱啊！你生日啊 ？Happy birthday！Oh, my God.
你唱什么歌？首先啊，首先你生日啊嘛，原来嗰边都有人生日。Thank you. 好啦，拜拜，拜拜。